艾瑞和岳母把三个孩子带到了滑雪中心。进门之前，大伙都得先测量自己的脚，方便大伙领取滑雪用的靴子。大的可以自己穿。帮我穿，来，来，你的手相公，你他妈多帅，没穿衣服有穿衣服一样的帅，没穿比较帅，没穿比较帅。吴家的三个小孩从来都没有滑过雪，他们都兴奋地想试试滑雪的滋味。游戏好不好？什么游戏？看谁啊先见到那个终点。那你拿谁呢？我输了怎么打架？你是男士，你强了。脱掉这件外套上去滑下来。哎呀，这不是简单吗？我的肥肉这么多，一定很软的。反正我是不会输的啦。OK， 那我就拿那个女的吧。那我就拿那个 Vanessa。OK， 那我选国贤吧。国贤啊，好。是很冷哎，来嘛，来嘛，哇，鼓掌！我们已经把他的外套收起来了。说，你的好介绍，很好玩哦。哎，我知道哈，你很冷啊，所以我很为你着想。我们下一个地方是很温暖、很多太阳的地方。在哪里？干嘛？我们去那个滨海湾，孩子们的爸爸妈妈已经在那边等我们了。我们要去放风筝。